大家好，下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储物柜的安装方法。首先，我们先来看一下板材。最长的木板有两块，它是一块顶板和一块底板。最窄的两个木条是柜子的底座，就是踢脚线。有一块薄的是背板，还有一块就是两块。中间的立板，我们现在装的这个是三门的，它是有两块的，有两块稍微大一点的，这个是柜子的两侧，剩下的就是柜门。首先安装之前，我们先要把这个柜子的反弹器安装到这个顶板，这个顶板上面有这个小孔，我们都已经给它定位好了。反弹器的这个有一个这个最窄的这个很小的这个塑料，把这头就是它有一边是高的，一边是矮的，矮的朝外，然后这样固定在这个第一个和第三个孔的位置，用螺丝把它固定在顶板上就可以了。将螺丝拧好以后，然后我们就是这个还有这一块。它这个是可以弹出来的，这头先就是它外边的这边先卡在外边的槽里边，然后这样往里按一下，这样就可以把它固定好了。然后另外的几个柜门，我们就安装几个，安装方法是一样的。将反弹器安装到顶板上以后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安装这个黑色的螺丝杆。就是板材上面有这个预埋件的位置，我们发货前都已经给它撬好了，然后就这样用螺丝刀把它拧，拧的不需要太紧，看不到螺纹就可以了。将所有的黑色螺丝全部都拧好以后，下面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组装了。安装之前我们先找到一块底板，底板它是可以双面都可以拧螺丝的。我们先把这个底板，它是两头有孔的，这一面朝上，然后把这个两块最窄的那个踢脚线安装到底板上去。这个踢脚线它有孔的一面相对就可以了。装上去以后，然后我们用那个螺帽把它固定一下，就是这种圆形的配件。将这个底座安装上去以后，然后我们把它反过来，另一面朝上。这样。在安装，它是中间的立板和两边的那个侧板。我们现在装的这个是三格的，如果是装四格、五格的话，它那个立板会多一些。装完了中间的立板以后，我们安装两侧的那个侧板。将侧板和立板安装上去以后，最后我们来安装那个顶板就可以了。将柜体完整的组装好以后，然后我们就用那个螺帽把所有的连接点位置都给它固定一下。将所有的固定点全部都固定上以后，然后我们把这个柜子正反面调换一下，它这个有沿的这边它是正面，然后背面它是平的。将背板盖上去以后，然后我们那个配件袋里边有小钉子，用这个小钉子把它钉上就可以了。将背板都钉上去以后，然后我们最后就可以把这个柜子给它放正了。
放正以后，我们就可以去安装这个柜门。将柜门，就是这个门胶放进这个洞里边以后，然后我们用那个配件袋里有那个小自贡螺丝，自贡螺丝直接拧的话，它这个因为板材比较硬，不太好拧。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自贡螺丝放在螺丝刀的一端，这样按着，然后用小锤去敲击这个螺丝刀，用力敲几下以后，然后我们再去拧就很轻松了。将这个柜门都门胶都装上以后，然后剩下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柜子往这个柜门上去固定就可以了。这样贴着顶板，然后稍微留一个大概1元硬币的厚度吧，就可以了，就可以固定了。然后我们有电钻的可以直接用电钻装，没有电钻的话，可以就是用刚才的方法去固定，把这个柜子侧边立起来就可以了。不是，我们在安装柜门的时候，它这个门胶上面有这个，里边有4颗螺丝，就是两个圆形的，两个椭圆的。我们在安装的时候，只需要去固定里边两个椭圆的位置就可以了，因为这样固定以后，如果柜门出现缝隙或者是不平等的情况，可以去调节。调节完成以后，最后觉得需要的话，可以再把另外两个去固定一下。将柜门安装完成以后，最后我们就是它这个柜门可能是缝隙不均匀，然后我们去经过调节门胶去把它调节一下就可以了。比如它这种，它是高低不平，它这个柜门高低不平，我们把这个柜门打开，然后把这个下边的一个门胶，这边有一颗螺丝，向右旋转，它就把这个柜门的门缝就可以调节到，就是根据自己的要求去调。这个有一点多了，我们再往回调一点。这样差不多就可以了。